因为他才满16岁啊，刚满16岁啊，那还没到可以交男女朋友的年纪啊。但是他1月24号就离家了，他也都没有说要去哪里。没有。那他和这个驾驶这个是男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大概知道一点点。听说你好像当时也是反对他们交往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才满16岁啊，刚满16岁啊，那还没到可以交男女朋友的年纪啊。